见佛陀的独生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Thank you.
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，话拨账号1996-5232 1996-5232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7-388 012-001-197-388，传播佛法，救护生命。Oh,
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，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。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。这天，我也登上了网络，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，而我即将成为饲料，被一只巨蟒把玩。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。透过大师傅的接引，我来到了天堂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。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，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。南无清净尊胜音如来，南无清净尊胜音如来。